起让改变发生，改变成真，要把台北市的集战力交给最适合的人选，八号黄珊珊，最适合的人选是谁？黄珊珊，黄珊珊是几号？八号。11月26号，市长投几号？八号。八号是谁？黄珊珊，台北的靠山。黄珊珊，台北的靠山。黄珊珊，台北的靠山。黄珊珊，台北 keep going， 伟大市民齐步共赢。台北。进入倒数的阶段，黄珊珊今晚造势大会人山人海，可以看到现场的支持者都相当的热情，高举着发光手掌拍、充气加油棒跟旗帜来挥舞，欢迎黄珊珊进场，动算声势不绝于耳，赶快再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。各位朋友啊，真的，我们一定要让努力的人被看见，让认真的人被看见，我们要选一位能够倾听民意的市长，我们要选一位有集战力的市长，我们要让台北市的第一位首都女市长黄珊珊能够顺利当选。林哥，黄哥，好，台北的靠山，黄珊珊。台北市选情激战，黄珊珊打出了市民牌。晚间除了台北市长柯文哲、内政部前部长李鸿源等人站台，还有台北市公有市场会长穿着雨鞋来力挺，并且以雨鞋拼皮鞋来对比其他候选人，强调黄珊珊是会做实事的人。而黄珊珊今晚也发表台北的未来首都第一女市长黄珊珊主题演说，她呼吁台北市民站出来，告诉蓝绿这个城市是不一样的，希望大家11月26号站出来，超越蓝绿，让伟大的市民们齐步共赢。